能听见我说话吗？能听见吗？能听见说话吗？看一下看是不是。能听见吗？如果能听见说话，可以。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多渠道的直播，所以我们早一点。早一点的好处就是它会有一点点的视频缓冲。那到时间我们播的时候，可能大家看到的就是一个流畅的内容了。那因为时间还没开始，所以呢，我们先静静的等待一会儿。Hello，Hello，Hello, 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走入 Go Markets 的直播网课我是 Austin。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题目是剧烈波动的市场如何冷静看待，看不见与不看见，视野与视线对我们的影响。现在呢，我看进来的朋友越来越多了，那么在这个题目定下的时候呢，我相信，最近大家应该建立了，那个见证了市场的这样的一场暴跌啊。在刚刚过去的星期一、星期二呢，我们可以看到，黄金呢在直冲云霄以后，雪崩式的坠落啊，所以我想在这个时候。很多的投资人呢，也感受到了这样一种剧烈的波动所带来的伤害。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事情里面，我们今天呢，我也给大家回顾，并且做好一个这样的思考，如何去冷静的对待市场的这样一种波动。Sorry，我这边的耳机有点问题。好，那我们的内容现在就正式开始了。首先呢，在讲座开始之前呢，我做一个个人简介。我相信今天也有很多人也听过我多次的讲座了。那么，可能听过我讲座的人呢，今天就。还会说一句，哎，怎么老是你？最近怎么总是你来讲这样的课程？没办法呀，这个有太多的话想跟大家讲，对吧？有太多的东西想跟大家去交流。我个人来讲是从事金融行业多年，并且呢服务过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所以说比较熟悉这样一个市场以后呢，形成了自己的交易理念。对自己所这个从事和交易的产品呢，我还是认知的比较清晰的，所以说一般来讲呢，提供的这样的一些分析还策略，还算比较准确，也承蒙我们的客户的厚爱啊。那么
接下来的这个时间里，我们继续会为大家去做好我们的这样一些擅长的能力和服务，好吧？那么今天晚上的所有的交易的所有讲座的内容呢，都属于一般信息，不涉及到金融产品的建议。那么在我们做任何的交易里面，金融交易里面都是有风险的啊，不是银行的定期存款不可以保证说一定获得回报，所以说你要衡量自己的风险，也可以咨询第三方的专业人士。 Go Markets 是成立于1988年，提供股票、外汇、黄金、石油、指数等多种金融产品以及一般性的建议咨询。我们公司的 AFSL 牌照号是254963。剧烈波动市场的冷静对待。那么在这一系列的重大事情里面，我们今年可以说是极其的叫做这个见证历史的一年啊。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用到史诗级的这样的一个词语。那么我们现在呢就看了一下这个盘面，看一下盘面。我们从盘面里面就可以去找到市场的这样的一个暴力的一个波动的行情。那在今年的市场呢，是一个三月跌停，熔断跌停，然后四月呢熔断涨停，然后一个 V 型反转啊，是这样的一种市场情况。那么我选中的这个图表呢，大家可以看到啊，是 US500， 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美国标普指数啊，它代表了几乎是美国最好的500家公司，不管是在中这个业务在美国还是在海外，它都有所涉猎，所以说能够比较平衡的去反映美国的经济的一个情况啊，上市公司的一个情况。那在今年的这样一个市场里面，大家也可以从图表上看到这种剧烈的波动确实给我们带来了一场心惊肉跳的这样一个行情。从当时的最高点跌到最低点的时候呢，是急速的坠落，然后整个调整有接近40%。而后呢没有用两个月的时间呢，就回到了中间的这样的一个关键点位啊，经过了短暂的停留以后，就重新走上了新的台阶，而一直涨到现在。相信大家都理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所一路走过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时我们在这个地方，还有这个时间段的时候，也是给大家去做过一个现场的直播讲座。也做过很多的这样的分析以及心理建设，不要去卖出养老金，应该坚定的持有，并且的逆势的买入啊，相信呢市场会恢复光明。所以在短短的一段时间里面，我们实际上是能够看到市场会有一个修复的过程。而到了现在呢，市场呢已经出现了一些我们没有去理解到的，或者说我们没有想象到的一个位置这个呢是美国的纳斯达克指数。在经历了2019年2月份历史最高点的下跌以后呢，频繁又重新的创出的历史新高。如果我们从今年的低点一直度量到现在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今年的纳斯达克指数上涨了 66.67%。 这样的一种暴跌然后暴涨我相信是很多人没有经历过的。但是呢说句实话，这就是市场的本来面目，我们不能够去想象，或者说我们不能够去相信市场永远是按照一条直线去走，它肯定是一条曲折的线。这条曲折的线，
它有波峰，它也有波谷。至于它走的有多么的这样的平稳，或者是有多么的嶙峋，那么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要参与或者理解它，然后呢，控制好我们的风险。那么我们再回头看一下啊，白银这样一个产品。白银的产品可以说是非常的，今年走的非常的不友好，非常的不友好。那么，尤其是呢，在这段时间以后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说的这个白银的牛市即将到来的时候啊，当时是在七月，我记得是在七月底的时候啊，说啊白银进行了一个有效突破，然后呢开始向上涨啊。并且我们也判定啊，因为黄金的上涨呢，那么白银的补涨行情应该拉动。但是呢，我为什么说它不友好？因为它实在是太快了啊，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投资人是很难参与进来的，很难参与进来。如果说最终没有管住手，或者说提前没有做好布局，那么这个星期的一个暴跌啊，可能会让您的多头爆仓。那么从七月的下旬一直到这样的上个星期吧，白银上涨了 54.28%。 我们从这样的一个图形上简单的做一个度量就可以看到。所以如果大家在这个市场里面，在这样的一个市场，尤其在这个区间啊，去跟随去参与，但是没有相应的一个技术或者说这样一个这个操作的策略的话，很容易被这样的一波疯狂的下跌，疯狂的下跌带来一个不小的损失。那么我们回顾了，对，我们也顺便回顾一下黄金，好吧？黄金相信是绝对是今年的明星产品，明星产品。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是黄金的一个走势图。我今天呢特意把这个图片呢都放到最大，并且呢采用的是红黑两色，所以相信大家应该看得比较清晰啊。那么从周线图上大家可以看到的是，黄金在今年的三月份啊，经历了那一次那个美元的流动性危机，也就是美指的疯狂的熔断式下跌以后，就开始一路上涨啊，到高点它足足涨了40%啊。作为这么重要的一个资产，或者说叫做一个避险产品，它的涨幅在今年绝对是可以说表现是最为亮眼的。那在这样的一个产品里面，今年其实有多少人能赚到钱呢？大家可以问一下自己，也可以去看一下周围的人。那为什么我们看到的是确定性的上涨，而带来的是一个就是操作起来的一个困难，对不对？我们要从市场里面去找到它的问题，或者是找到我们自己的一致匹配的一个方式。这个图形呢，我们今天呢就先看到这里，回到 PPT。OK， 七月的暴涨，八月的暴跌啊，在今年的这市场里面确实不算友好，但是呢却又符合预期啊，符合预期啊。你可能会说，哇，你不会吧，你在骗我，对不对？这样的行情还符合预期，确实市场它就是用这样一种方式吧，来让它实现这样一种这个世界的普遍规律，也就是2080原则。很多人，我相信大家都知道2080原则，就是说总会有人去亏钱，那么也总会有人赚钱。我们能做的是什么？我们能做的是找到自己擅长的方式，然后成为市场相对来讲能够抓住机会的那一个。那么回顾之前在PPT 里面讲到的内容，包括这个 slide， 我基本上都没有改，我只是把题目变了一下。因为当时我说到
我被很多人追问一个问题，就是请问现在还能上车吗？还是一个好的机会吗？啊，这种问题真的很难。就好比你跟你的小伙伴或者是你的亲密的爱人，他问你嘿吃什么，是吧？啊，搞不好就是送命题啊。这样的一种问题，尤其是对我们来讲，还是想做朋友的话，我真的是很慎重的，或者说我要负责的，对吧？说出来，说多了或者说错了，可能朋友都没得做了，对吧？因为人不可能永远对的，所以我倒希望，是我们要搞清楚，为什么在之前你却没有买，不要说为什么在这个市场走出来的时候我没有，我能不能追？好吧，1200美元的黄金，当时我们提示，包括我们也看到了一些趋势，为什么没有买？啊，13美元的每盎司的白银，在今年3月、4月都会有的价格，为什么没有买？对吧？啊，所以像这样的一些问题呢，我觉得，我们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去思考。那我觉得就是说，市场呢总是有机会，但是呢，机会呢要等，机会是等出来的。啊，有时候有风口我们去抓，有趋势我们去追，这些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相对不是特别成熟的，或者说操作技巧不是特别丰富的这么一个老练的投资人的话，我觉得你还不如去等待，多分析，多听一听，然后呢，随着市场的一个趋势去慢慢的走出来，就像我们在5月份的时候提示，其实这个Hong Kong 50或者叫恒指啊，并不是一个特别看衰的一个区间了。因为到5月的时候呢，全球的股指都已经开始反弹，但是恒指呢却还在低位，是吧？还在低位，那相当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当时我们也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分析和判断。那么从这个图大家也能看到，5月份到现在以及到高点，我们中间的空间有多少，是吧？有4000到5000个点的那种空间。那么第二呢，我认为风险呢是追出来的，啊，风险是追出来的。在2017年的时候，大家想一想，是不是全球都被一件事情所这个砸得火热，那就是比特币。比特币在那一年好像是翻了10倍吧，我记得，翻了7倍还是8倍。那么在这样的一种市场的行情的推动和裹挟下，很多人是感觉自己被这样一个快速行驶的高速列车给抛下，自己好像只是出来上了个厕所，或者是抽了一个烟，突然发现车票不见了，上不去了啊。但是呢，从这张图里面大家可以看到，之后比特币却开始一路的狂跌，一路的狂跌啊。当然现在又回到了这样那个11000到12000的价格，可是中间的这样一个拦腰，甚至是这个叫做什么70%-80%的下跌，那么有多少人能够扛得住呢？所以市场它也是有这样的一种规律，或者说这就是它的特点。那我们讲到了在这样一个暴涨暴跌这种行情极其剧烈的这样一个市场里面，行情极其剧烈的市场里面，我们有什么样的启发呢？并且我不是说到要冷静的对待，对吧？有的人说你说的好听，冷静对待，你要是亏钱或者你要是爆仓，你就不冷静了。说句实话，在市场里面能出来讲课的，或者说能把自己的交易拿出来给人看的，绝对不是说没有亏过钱的啊。因为人都是需要成长，没有亏过钱的，只是说你还没有开始而已。那么其实都经历过，或者说叫做都被市场折磨过，所以我们现在再去想的时候，只是说把自己剖析给你们看，或者说跟大家一起去发掘在这个事情背后的一些逻辑。首先我觉得
面对这样的一个市场的本来面目，我们要做好的就是风险管理。啊，市场里面有很多是我们没有触碰或者说没有意识到的一些风险。就好比我们去钓鱼，本来我们只是想钓一条小鱼，或者是薅一个鲍鱼，或者是抓一个小龙虾，是吧？回家吃一顿，没想到呢，我们却钓到了那个鲨鱼，然后你也没有工具，是吧？然后他可能把你变成了他的小鱼。那么风险管理就是我们在市场里面进行我们所谓的这样一种钓鱼或者说赚钱策略要考虑的问题啊，水很深，市场很大啊，个人呢很渺小，哪怕是巴菲特，对吧？哪怕是索罗斯，他也有被咬的时候。那么风险管理呢，是我们面对市场这样一种暴力脾气的底层逻辑。那么第二就是，风险管理呢，不仅仅是一种止损，它也是一种认知自己边界的能力。认知自己边界的能力，我们要知道的是，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好，或者说叫做都搞清楚。那么我们要知道自己这样的一个擅长的或者说能够理解的部分，那么在这个部分我们再去做好这样的一个变现或者是转化啊。那么在这个冷静处理的背后呢，我觉得是我们个人从这个市场里面可以去了解到的一个部分，就是第一，要持续的学习，要多学习。像今天大家跟我们一起梳理了市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或者说叫做这样的一个本来面目，我们就会发现其实你对市场的理解又进了一步，不是说好像我根本就不知道，没有经历过，懵懵懂懂的。实际上呢，我们在这样的一种课堂里面，或者说这样一种网络的这种这样的一个分享的方式里面，你们可以拿到的或者说听到的东西是挺多的。就比如在 Go Markets， 我们一个星期现在周一、周二、周三、周四每天有四节网课，对吧？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就是单独的或者说其他的学习机会。那么有这么好的平台，有这么好的内容，是不是能够帮助你兼听则明，能够帮助你更好的去理解金融还有交易还有投资。那么冷静处理的背后就是你的认知的提高，你对市场的理解的提高，所以你就会见怪不怪了。那第二呢，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要多分析，形成自己的判断力。拿到的东西或者说从别人眼里面嘴里面听到的东西，它不一定是你的东西。那么在最终市场考验你的时候，你也不可能坚定下去。我相信很多人都有卖飞股票或者说直接止损以后直接就开始暴涨很懊恼的，或者说没有一个对自己是这个所投标的的一个理解，而因为风风雨雨的声音做了一些决定以后又后悔。那么本质来说的话，是你看没有看到它的本，这个叫做这样它这个事情的一个本质，或者说叫做你的判断你并没有达到这样一个阶段。那么肯定你在做这样一件事情以后呢，取得的结果是不一样的。那么可能有一些时候呢，我们都会有运气，但是长期来说稳定的有这样可验证的可重复的这样一个水平，那么就需要去用实际的市场来去验证，来检验自己的分析，来形成自己的判断力。那么经过这样一种
这样一种事情以后呢，我们可以啊，我们就可以啊，可以说，嗯，对，我理解了市场的这样一种无情和无序，那么，但是我会有自己的风险控制能力，我有自己的认知能力，我也有自己的判断能力。那么第三个层面就是，我觉得是要用工具啊，用工具。之前呢，我们在5月12号的时候，我有一场讲座讲的就是黑天鹅市场也是机遇。当时呢，就提到了啊，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说啊，很有趣的例子就是说，那个塔勒布他名下或者说他的一个合伙的基金呢，在今年的3月份吧，3月份赚了40倍啊。当时我们在想，他为什么会取得这么优异的成绩呢？其实他利用的就是黑天鹅市场，也就是在小概率大家都不认为会发生，但是呢，在临界状态的这种平衡打破以后产生的这种大幅度或者说叫做剧烈的变化而带来的这样的一种交易机会，或者说极限性的行情。那在这一种市场里面，它也是可以获得非常超额的收益的。我们也讲到了它用什么工具，对吧？比如说它用到了做空的工具，比如它用到了对冲的工具。那么这些工具 GoMax 或者说叫我们这个公司有没有呢？有。你会不会用呢？你是否了解它呢？那么如果说现在这个市场也将遇到一场即将变化的黑天鹅，或者说你不可预期的事件，你用什么工具去对应风险呢？如果说大家对这个内容有兴趣，可以去我们的这个节目里面翻看5月12号的内容。那么第三个部分，也就是说我们真正去在这个市场里面取得一些比较好的收益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认知能力或者说叫做使用工具的能力。那么在这样的一些暴涨暴跌的行情里面，如果把握好，其实也是极其叫什么难能可贵的一个机遇。那么把丘吉尔好像说过一句话，叫做不要白白的浪费一场危机。那么今天呢，那么今天我们讲座的内容呢，也是一个谈天或者说叫做聊天的方式，来跟大家去分享我对市场的一些理解和认知，也是自己总结出来的。如果大家对我的内容有什么叫做交流的，或者说想跟我去做一些互动的，可以跟我留言，可以跟我留言。好像现在我们在小额通以及GoToWebinar 上面呢，都有相应的窗口，都有相应的窗口。所以我现在呢，我也点开看一下啊，在这个部分里面，我看看有没有相应的一个留言。当然，如果说大家，我现在打开的是 GoToWebinar， 然后大家如果能够做一些这样的留言的话，我是可以直接看到的。OK， 我们边讲呢，我边等他这个信息出来啊，边讲边等这个信息出来。然后，其实啊，这个世界的本质啊，这个世界的本质，它还是被一些物理常量，或者说叫做我们说的这个事件的普遍规律所统治的，只是说在人类的一种干预，以及我们古比或者说我们这些大师也提过的，说被一些发行不太好的人搅和的，那么他或许呢有一些走样了，到现在有点走样但是大家想一想，决定物体坠落的速度，决定我们看到东西的颜色，是吧？以及时间以及我们这个气候的变换其实这些都不是
我们通过啊这种叫做什么金融工具啊，或者说叫做我们的这些数学的这些工具啊来改变它的啊，我们改变不了它，它就是它的样子，我们只是在这个市场里面呢去做到了一些我们人为的一些东西。那么我们在理解这个内容的过程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在认清世界本质的一个过程啊，说的有点玄，其实也不玄啊。我们在做交易的过程，一方面是在认知市场，一方面是在认知自己啊，最后呢，实际上就是让自己和这个世界的本质和解啊，形成一个平衡啊，找到自己擅长就可以了。那么第一个部分呢，我们就聊到这里啊。第二个部分，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题目，我想的是看不见与不看见，看不见与不看见啊，视野与视线。好，好像说的怎么讲呢？好像说的有点悬吧，嗯，因为我觉得在最近的一些市场里面，确实让我看到了很多有趣的现象。然后呢，也一直感觉就是也是在心里去盘算，或者说叫做去试量这些东西啊。我相信这张图应该大家都看过哈、啊，这张图所有用 WeChat 的人应该都看过，这张图叫做此内容违规，无法查看啊。我们其实经历的这种已经挺多的了，所以有时候呢，第一有点麻木，第二有点恼怒啊。那么现在呢 ，WeChat 也遇到了自己的麻烦，这个麻烦叫做此 APP 违规，无法在美利坚共和国使用，也就是最近刚刚发生的 WeChat 被禁的事情。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事件的背后，我想到了其实挺多，一方面是WeChat 因为他做了一些审查，或者说做了一些有意识的引导，那么产生了一些叫做他想让你看见你就能看见，他不想让你看见你就看不见，对不对啊，这样的现象，然后最终呢变成了自己想让别人看见也看不见。那么可能说的呢也有一点就是说扯，但是呢确实我想到的是当我们在市场里面有意识的被蒙蔽了一部分信息以后，或者说我们不能够获取一个完整的信息的时候其实这种压迫感，或者是叫做就这种闭塞感，其实很强的，有时候你感觉不到啊。但是呢，既然现在有这么开放的一种网络，或者说叫做获取信息的途径，就比如大家来到我的这样的一个内容的一个空间，可能你听到的声音呢就会多一点，那么你知道的内容呢也会不一样一点。那反过来，请问你是应该看见还是去选择不看见，对不对？那既然你能够看见，能听见不同的声音的时候啊，其实往往你在市场里面已经获得了相对优势，懂我在说什么吗？你已经获得了相对优势。那么在 WeChat 这个事件里面，我们不去聊特别多的关于公司啊，或者是特殊的一些情况，我们一会儿再说一下 TikTok。 那么在 WeChat 的这样一暴跌的背后，其实我们再简单的去说说它的交易。那么当时呢 WeChat 呢被封杀的消息传出来以后啊，市场啊直接跌去5000亿当天港币啊，不是美元，跌去以后呢，然后后来呢，因为有大量的这样一个资金脱市，好像是买上来一点，然后第二天的时候呢，我就给出了一个我的观点，我认为其实是可以看多的，看多恒指。那么果然呢，恒指从低位24250附近开始一路涨到25250，那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其实我觉得第一点就是WeChat 这个事情呢，实际上代表了就是我们很多
熟知的一些中国的企业出海所面临的问题，但是呢，它背后它又在海外挣了多少钱呢？其实可能连它整个利润1%都不到，那为什么它会跌得这么惨呢？对不对？那么是不是这个时候市场错了？我们或者是能够找到一个相应的一个短期的机会，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个公司，我们也要了解它的业务，也要了解它的收入来源。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反过来去看，哦，是相应的机会是不是也会明确一些啊？今天我就没有把我们当时去怎么做的这个内容放上来，但是从 WeChat 这个事情里面，我想到的是，我们能听到的东西多了，我们能看到的东西多了，那么我们自然能够获取的这个信息以及我们的判断力就更全面了啊。那么有了这些信息的时候，其实你会看到市场里面有很多的机会了啊，就好比这种下跌啊。那么第二呢，我们再讲一下 TikTok。TikTok， 有人说没有声音啊，我觉得好像应该还是没有问题的。我敲了一下我的这个话筒 ，OK， 说一下 TikTok， 这个图呢，我当时看的时候我偷偷的笑了。我相信大家明白我说的意思啊，就是微软的这个全家桶里面多了一个抖音，或者叫这样的一个单独的一个门类。那么这也是我们所知道的，就是微软它是这个桌面互联网或者是叫做这样的一个时代的王者，但是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它没有任何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或者说叫做社交工具吧，对吧？然后现在也是很痛苦，它很想有这样的一个媒介。那 TikTok 这个企业，我相信大家最近也听了很多的内容啊，它做的这样的一个 APP， 包括它的这种数据优化的推送原则，确实有很强的这种吸引力，甚至叫做年轻人的时间黑洞啊，你基本上刷刷的你就停不下来，就一直想刷啊。它是在你刷的过程中呢，在认知和解读你，然后给你推更多你想看到的东西。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企业背后，我们想到的是，还是以第一个就是说，中国企业出海所面临的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是还真不是企业经营的能力问题。我相信现在很多很多优秀的创业型公司啊，可能都是华人唱主角，或者说华人在这个创新里面走得更领先啊，就好比我们 Go Markets 的中文部团队啊，自夸一下，确实做内容这块我们是非常用心的，也在一直很创新的去给大家交付一些内容。那么 TikTok 其实呢，它也是这样一家公司啊，我相信有很多公司想去模仿它，想去跟随做出这样的一个内容，但是为什么就是没有它做得好呢？我相信啊有很多的原因，但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 TikTok 它的本身就是抖音。抖音呢，在中国发展的时候呢，它很多问题呢，在前期包括用户的大量积累，包括各个平台之间的互相绞杀，包括如何去快速的孵化、转化和这个吸引用户，这些问题它都处理或预见过了，对吧？就相当于它有在这样一个市场里面啊，这个打拼的经验，并且呢，也形成了一套自己的优势和算法。所以他在新的领域的时候，他可以用来复制，还比较容易的去推广，是吧？那么第二呢，就是抖音作为这样的一种移动互联的 APP 啊，它确实有非常强的一种变现能力。不知道大家明不明白这个意思，就是说，今年其实很多都在讲直播，直播是吧？直播带货。其实抖音在这个方面确实做的是比较
可以说是很领先的。虽然我自己来讲，我不是做互联网企业的，但是我有很多朋友，包括我自己也非常关注这些高科技企业。我比较喜欢看一些有发展潜力的一些项目和公司。那么抖音的这种就是抖音的这种叫做商务或者说叫做移动端的这个互联网的变现能力是很多公司觊觎的，并且呢想模仿的。但是目前来讲，我们看到的是它在这个领域里面确实没有太多的竞争对手，以至于不管是这个腾讯也好还是 Facebook 也好都很害怕在这个领域被它这个取代掉。那么这样的一家公司现在遇到问题，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可能涉及到的是政治或者是个人信息这些事情。但是我们还是那句话，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是吧？你想看见的东西是什么，你看不见的东西是什么。在这样的一些事件里面，其实我们要展开说那就非常非常多了。我的思考是觉得可能这样的一种竞争关系，或者说这样的一种发展的这个冲突会一直存在。但是呢我觉得你得搞清楚的是你觉得未来这些公司它有没有一个更好的发展潜力。那么像数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字节跳动都还没有上市，对吧？然后光一个旗下的产品，今日系一个旗下产品抖音微软就要开出500亿的价码去买它，那这样的公司未来是不是也有一些可以参与的机会，对不对？我们之前也聊过今年整个的市场里面回报好的都是什么样一些公司，都是以科技以创新，是吧？以互联网以这种方式来存在的这些公司所以说我也看到了在这种纷争的背后，其实呢也是我们坚定看好这些生意或者说这些公司的一个比较好的买入机会像这样的一些叫做什么绯闻也好，或者说叫做这种争斗也好，实际上对我们来说做长线投资的话是一些不错的买点。OK， 那最近呢，我又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情。我们今天主要是到这个环节，我想就是跟大家聊一聊，就是说关于市场的一些想法今天呢，也不想做太多的一个叫做产品的分析。我们今天主要是讲一些环境，或者说政治环境企业的一个运营环境。像今年的这个大使馆 logo 最近应该是大家有注意到有变化，那左右两张图，左边是之前的美国驻澳大使馆的照片这个 logo 或者叫做标志，右边呢是新的更新过的，它去掉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中国的两个字。然后我当时呢也不太理解为什么要这么做，有没有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的？我觉得此处应该停顿一下，因为可能我当时我第一时间我也没反应过来，我觉得这个有什么区别，其他的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然后后来呢我也是看到了一些资料，就是说去掉了中国代表着美国如果跟台湾建交的话，那么就对吧，不再承认一个中国的这么一个概念了。所以说大家是不是又看到了一个新的危机新的危机，真的今年的市场就是这样折磨人，它就是好像很多事情呢就是我们觉得不会发生，或者是觉得哎不这不挺好吗，岁月静好吗，实际上呢哎呀这种危机或者说这种不确定性接踵而来那么在今年2020年下半年呢这个图其实之前就已经有了，是金石整理的，就是说主要的风险事件我们还没有说这些这个叫做中美之间的事情，光这个美国本地的这些事情就够让人糟心了。那八月是吧？8月7号刚刚公布的非农数据，然后呢，
17号、24号、27号啊，9月、10月几乎就是没有消停的时候，每天都有事儿。那么接下来这段时间呢，我相信，大家要关注的这种风险事件就越来越多了。对于短线交易，包括有把握能力的人呢，可能机会也很多，机会也很多。那么，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叫做什么，叫做活跃的市场里吧，系好安全带，然后呢，跟紧我们这边的信号和一些信息。跟你我们的一些信息和分享，然后找到一些比较好的机会啊，比较好的机会啊，去做一些这个我们能够有把握力的事情去做。好，这个图呢，大家可以截个图，或者说去网上搜一下都可以。那么在这个时间段里面，其实也是我们需要在交易里面引起注意的东西。想太多了吧？还真不是。那么从我们个人的角度上来讲，我觉得我们有很多东西是看不见的啊。我们再说回来，就是说我们除了公司和国际环境上面，我觉得还有很多就是因为我们的闭塞，包括我们没法预见一些灾难性的事情，比如说像今年的这样一个疫情，今年的这个疫情的事情的话来讲，我相信在2020年我们当时做这样的一个投资规划的时候，其实真的是没有考虑到这个课题部分的。那么以至于到了3、4月份，我们其实很多内容要重新做，我们的很多这种叫做投资组合也要重新做调整。那么确实作为就是说这种突发的事件也好，这种因为信息的这样的一些叫做不畅也好，我们可能看不见很多东西啊，但是呢，看不见不代表我们这个不能够用我们的视野去想象它，对吧？视野去想象它。那么当我们在看不见这些危险的地方呢，就像我们在深海里面去钓鱼一样，我们要做好相应的这样防护，或者说叫做止损。那么呢？什么是不看见？我们也可以再展开一下。不看见的就是，世界始终被规律所主导，未来始终啊，这个我相信未来始终会变好啊。那么啊，趋势呢，一旦形成了，或者说趋势呢已经在路上，那么这些呢，如果你不去看见它，那么可能你就真的是错失了很多投资的好的机会了啊。这种不看见实际上是一种叫做与世界或者说与未来脱节。那我们一方面是在看不见的事情里面去做好风控和防护，那我们在不在那个这个未来或者说有规律性的事情里面，我们要去看见它的趋势和机会啊。就像我们之前分享的关于腾讯、关于抖音啊，包括很多这样的一些公司，包括今年的一些疫苗性的公司啊，包括我们未来出行的这个新能源汽车的公司啊，现在也相信在未来，对吧？3、5年，这些都是属于非常热的一些内容和话题，包括我们现在经常使用的这种在线的联络的工具，像我们的直播工具 GoToWebinar， 还有这个 Zoom， 这些实际上都是在这样的一些市场里面找到了属于它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我们做投资也要去参与到这些机会里面来啊。现在我们也是经常的在更新我们的这些可以参与的这个这样的一个股票池。大家如果知道的话，现在可能我们可以做像未来汽车呀、拼多多呀，包括接下来可能我们还要上这个 MBNB 呀，对吧？这些我们其实呢都是在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这样一些优质的公司去做选择。那么包括在今年黄金大热的情况下，我们甚至也要推出了这个黄金的 ETF 的产品。那么这些其实，大家如果有关注的话，都能够
参与进来。那么最后呢，我想跟大家简单的聊一聊，就是昨天的一个话题，叫做这个三十而已，是由我们这个两位年轻这个帅气的分析师Alan 和 Jackie 带来的。这个题目我觉得起的真的是非常好，三十而已。我当时我是没有时间看电视剧啊，我真的是太忙了，包括到现在跟大家去在这种隔着屏幕交流的时候呢，其实还在办公室跟大家坐着去聊这个内容。但是这个题目啊，我们想到的是真的是让人想起了那句这个子曰的话。子曰这个梗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我们今天不展开了，就是五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那么三十而立呢，当时讲的是成家立业嘛，对不对？还是说要这个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啊，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生太平啊，是立的什么？是立志还是这个立家立业？但是大家应该感觉得到，就是在这个时代，真的三十而立太难了。你想成家立业，三十而立，你连首付都凑不够，是吧？那么可能在有的国家要到六十岁才能付起首付啊。那么在市场里面，或者在社会里面，我们经历了这些现实的这些叫什么，叫做成长吧，我们叫现实成长。确实三十才刚刚开始呢啊，三十才刚刚上路呢。那么对于现在的这样一种社会节奏也好，对于现在的这样一种叫做医疗水平啊，或者说这样的一个年龄组成的话，我觉得三十岁真的不算有特别有压力，或者说不算特别有压力，或者说特别要去做出一些什么成绩来的年龄。反而呢，我会发现就是40岁50岁我身边的这些投资人呢甚至60岁70岁，他们都保持着一个非常旺盛的求知欲和学习力。因为我们在做这样的一个课程呢，包括我们在做这样一个内容的时候，确实能感觉到很多人是在这个一直在跟随，一直在跟着我们去做交流。往往我们在反过去看的时候，真的他如果想他年纪的话，其实我觉得真的他没有任何的这种畏惧，或者说叫做停滞，而是始终在追求更好的自己，或者说也是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吧，我想跟大家分享其实不管你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生阶段，或者说叫做年龄阶段在投资这个市场里面，或者说在做跟自己去了解自己，了解这个世界的这样的一个课题里面，那么我们都很年轻，我们都可以做得更好。OK， 今天的时间呢，我们控制的还是不错的。OK， 又快到说再见的时候了。今天呢，讲了50分钟希望大家在没有看清楚的时候呢，明天回过去用两倍速听我讲，这样给大家节省一点时间。那么如果有问题呢，我们可以在这里做一个简单的交流。那么我也看一看我们现在有没有人去留言。喂。
喂，怎么了？没结束啊，没结束啊，没有声音？没有，我这边看见有人在回复我呀。微信没声音吧？你说的小额通没声音吧？对吧？GoToWebinar 呢有声音啊？我，怎么回事？还特意给我打电话。OK，我们聊一聊今天的几个问题啊。有人说叫潮租船，租还潮啊，说什么 TWE 怎么看？哇，我就回答，我就喜欢你这个问题啊。哎呦，我之前真的 我也被折磨了好久好久，因为我一直觉得 TWE 的价格实际上是有投资的，对吧？有投资机会的。然后当时在12、11、10块、9块、8块，是吧？我都在跳，我都在市场里面跳。我说这个可以啊，这个没有问题啊。这个长期来看的话，这个风险很小啊。甚至我还多次跟他对比茅台啊，如果大家看直播、看网课啊，对我有印象的话，应该对我聊这个产品应该是很有叫做什么叫做像王婆卖瓜一样啊，一直在这个催呀催的。那么今天突然涨了11.7%，哎呀，把我开心坏了。其实倒不是赚钱的问题，你知道吗？就是感觉到脸不会被打肿了。哎呀，就如释重负，你知道吗？有时候推股票真的比自己做股票还要难，真的。有时真的是怕没朋友啊。好，今天我可以长出一口气。那么再重复一下 TWE 怎么看？TWE 呢？这个公司啊，其实不用想那么复杂，它的这个生意啊，给你钱你也复制不来，你知道吗？如果你要是知道怎么去做一款酒，知道怎么去做一个品牌，知道怎么去做下沉，做粘性。做消费者忠诚度，你会发现这些东西里面最大的敌人是时间，不是钱，是时间而不是钱。那么我可以用钱去烧一个500亿的中芯什么中芯的这个芯片厂，但是我没有办法用500个亿去烧出一铁一一片五100年的葡萄藤。所以说啊，这个生意啊，我觉得并不是特别难去理解。并且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今年经济这么惨，对吧？大家不能出来 happy 啊，不能喝酒了。那么回想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这个酒少喝了吗？对吧？我虽然现在不出去喝酒，但是有时候我也自己品品酒，对吧？那么第二，这个酒它不喝过期了吗？所以说，其实很多东西看清楚就也不难，不难回答啊。今年业绩确实不好，但是。总比去接了一些非常非常非常高的要好吧？有的产品我都没有办法去直接回复你，这个是我的客户啊，Jocelyn 你好，哎，这个问题我一会儿微信回答你啊。他说，Frank 说，如果中美关系再度紧张，那么。黄金和美元的走势会同时涨吗？我觉得会，我也觉得会，也觉得不会，因为其实我们讲金融产品之间的关系呢，很多时候是相关关系，它不是一个叫做对应的关系。那么今年实际上很多时候黄金和美元都不是同跌同，都不是这个相关性的啊。黄金走的其实已经叫做非常有独立性了，非常独立性。所谓的美元避险，也是因为在今年3月份遇到美元流动性问题以后的一个再次提出的提法，可没有在当年做 QE 的时候提出来说美元避险，对不对？那么黄金来讲的话呢，就是今年大家也看到了这波上涨确实太凌厉了，那么。
连中国大妈都开始是吧，把手镯子熔了卖金条去，他们都知道这个高位出逃，那么市场肯定会出现了一个叫做获利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位置嘛。那么如果说再度紧张，比如说南海问题啊、中印问题啊这些问题，再度引发市场的一种恐慌的话，那我相信啊，是这样的产品都会涨的，没有问题啊。但是有一个假设前提，就是市场出现了这样一种状况。Richard Wang 啊，今天股票我就不打开讲了，因为有些股票我要每天要去分析的。啊 ，Cecina， 你谈谈 ASIC 200的走势啊。这个其实我们在六月份的讲座里面，当时我做六月和七月的直播和网课里面，我当时我也提出过我的观点啊，可能当时市场的其他分析师不太认可。我当时说，我说现在的股指像 ASIC 200，以及像我们说的这个道琼斯30，还有 SP 500，这些股指它已经不再为风险计价了，明白吗？就是说，我们都感觉哇，经济好惨是吧？一团糟，哎，它就是不跌。是吧？它那个非常非常这个叫做有能量啊，支撑在那里。那么说白了就是市场不再为风险计价。所以说你说 ASIC 200怎么走？你要是回顾一下，我之前做的这些股指的，我几乎全是做多啊，很多时候都是做多啊，我都不会做空啊。OK， 当然有一两只股指，我还是相对来讲，我还是觉得。是吧，要考虑一下。 OK， 又到了送命题。 K 谢先生还是 K 谢小姐，他说 TWE 还能追吗？我的天哪，可以追是吧，多大点事嘛，对不对？这是我的观点啊，我只是觉得你的问题确实是我们经常都纠结的问题啊。当时我跟你讲8块、9块、10块的时候，你要是听我的，你现在不就是来找我喝酒了吗？黄金和比特币会同时涨吗？那不是在同时涨吗？今年，对吧？今年是在同时涨，是先生还是小姐啊？还是女士啊？我这个里面只能看到名字。有一个叫张旭的，张旭啊。你好，奥斯汀，我想问一下 ，ASIC 近期还会回调到6000以下吗？我在山脚下做空的，5980，5980还好了，5980还好，不算特别的低。如果最近美股开始调整的话，那么我觉得 ASIC 200还是要调整的。所以说，我们当时讲过嘛，围绕6000到6100之间啊。他现在还是走的比较慵懒，包括上次的古比老师也讲过，古比老师也讲，他说 ASIC 现在走的很懒，所以说如果你仓位合理的话，实际上你可以在中间做一个区间的一种操作方式啊，以一种区间的操作方式来做。好，我看一下小额通上有没有问题啊。对，关于股票的问题，我看有人问股票，那我现在没有办法打开那个大盘，股票呢，我要单独的去看线，我也不能瞎说呀。那么在这个股指里面，我基本上都天天在我大脑里面，包括所有的这些产品来讲，我都是有清晰的图表的在大脑里面。那么如果有一些单独的产品，大家有想跟我交流的，可以加小助手，然后给他提问，让他告诉我，好吧。 A2 还可以买吗？ Sherry A2 还可以买吗？想买就买呗，那我不买，有点贵。我觉得 TW 我入了10.7块，后来到了10.1块我就卖了，哭死我了。还有一个朋友叫枝叶旺，哎，你好。他说澳牛怎么看？技术上可以空吗？澳牛的话，我在六七月份的时候分享过一个澳牛的财报啊，
就是关于这个很多投行都在做多澳纽。我当时呢看到这个信息的时候，分享给我的一些朋友啊。那么在十块，当时他们给到的目标位就在大概是1.09到1.112之间，所以说现在你让我怎么说，对吧？有人问 China 50分析一下，叫花小然啊。啊，还有人问这个投资火星移民的，我的天哪，业务做的真快呀、啊！现在好像是吧，澳洲移民的就开始变弱了，现在都开始投资火星移民了。好，特斯拉的估值高不高？我觉得呢，就是从现在市场给出来的一个情况看，特斯拉现在已经没有那么被关注了啊。前两天是确实是这个全球瞩目，后来可能是瞩目到让全球恶心了，然后现在比较火的是什么柯达，是吧？反正就是以此类似的吧。市场热点是在换的，那么特斯拉最近的价格呢？它要一拆五，可能涨涨跌跌了，维持在这个位置就不错了。China 50的图表的话，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是维持在14750点上方，那么一直呢在15000到15500这附近吧，我记得是对15500到15500的附近去做一些整理。那么长期来说的话，我认为呢中国的 A50 呢不能够去在这个阶段去做空它。第一呢，位置不好，就是性价比不好。第二来讲的话，如果说中国推出 QE 啊，大家可能不知道什么叫中国的 QE 啊，中国其实也有 QE 的，就是印钞。我跟你讲，简单讲，再印钞，再接着弄，那 A50 还能涨啊，并且呢，涨是大概率的事。好，今天的时间呢也有点超期了，我们就先讲到这儿。如果我有没回答的问题，大家可以扔给小助手，然后我们再进行进一步的交流。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祝大家晚安。